了没？这什么乱七八糟啊，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写。记住几样吗？瘪犊子。发音不对，叫瘪犊子。瘪犊子。犊子。犊子。哎，这犊子好。啊，嗯，保安呗，就是保安。儿子都那样了，还有心思溜着呢？啊，可不咋的，儿子被骗100万还能出来？心得多大，这才能出来溜？心大还能病倒了？儿子跟这一个样呗，你看就是个保安，你说他装啥大老板呢？真能装啊！张叔，张叔哥，你刚才说啥玩意儿？没啥，我看你儿子个人简介的，你瞅瞅。民警同志追回来一部分，你看着办理吧。那边有消息了？还那倒没有，还在办理，让咱们继续等。太好了，主任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好。刚才铁幕室没找着你，我一猜你就搁这儿。知道你也投资了，这钱先还你。虽然有点少，可能也就是个零头，你先慢慢用，剩下的我再慢慢还你。谢谢啊，艾哥。你也投资了？投了。你管张浩要钱了？爸。啊，对不起。行了，爸都知道了，你啥都不用说，爸不怪你。我没出息，给你丢人了。小兔崽子，你还知道怕给爸丢人呢？爸就知道，有没有出息能咋的？你啥样，那都是我儿子。可是我骗了你，我不是大老板，就是一个保安。现在。还欠100万。你呀，你记着，人这一辈子有没有钱无所谓。